国内确诊数每天上万例，指挥官陈时中却因为民进党将提名他选市长，开始缺席防疫记者会，但民众显然不买账。根据媒体最新民调显示，台北市长候选人中，立委蒋万安支持度有39%，黄珊珊也有24%的支持度，反观陈时中只有18%，相比上次民调还下跌了11%，支持度再创新低。他民调大跌超过10%哈，可见的台北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现在是道地的防疫绕跑指挥官。网友也纷纷开酸，天啊，你真以为百姓都瞎了吗？当初缺苗缺照缺快筛，你那啥政绩经得起检验吗？陈时中政治意识挂帅，领导防疫工作没把百姓生命放在心中。陈时中下来要选市长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要宣布国门解封的时候，企业中是最有可能宣布解封了。蓝军炮轰黑心快筛争议不断，有没有官商勾结都还没查清楚，陈时中凭什么拍拍屁股走人去选市长？这么严重的一个类似弊案，为什么食药署不敢亲自把他送检调来调查？食药署长吴秀梅仗着他是陈时中的爱将，为所欲为，他理当自己也要被调查。就是因为他要选市长，所以他更不能去处理这个东西。如果他一旦处理了快筛正式成为一个弊案的话，请问一下他到底要怎么选台北市长呢？每天开疫情记者会，累积的知名度是不是就代表支持度高，政绩好棒棒？一年多来的防疫乱象，不知百姓是不是真的转头就忘？记者黄义俊、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坪以上的、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小时到8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